不行，我笑起来不好看。就是为什么缩小光圈呢？来一口啊！没烟了，操！非常重。香菇，你还可以单手玩手机。哎，我光打到就好了。不是，不是，我说你手很厉害，我不太会。这两天的当时要比好了很多了。他拍照还有空来。走在那看着，哎哎哎，好，嗯，好哇。表情对，好，哎，微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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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了嘛，来，一，杆子拿起来，杆子，哎，好，好，哎，眼睛看我，对，嗯，眼睛，对呀，哎，哎，对了，哎哎，对，好，对，漂亮，有了，哎，对，再扭，往后，往后扭，哇，好厉害，你。那个，哎，对，好，哎，头转过来，转过来，看过来，哎哎，对，眼睛看，哎，眼睛看来，对，漂亮，来了，哇哈，两参数，然后看一下这个照片，然后呢，再拍两张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感觉来了 ，nice nice， 眼睛就在那里，眼睛就在那里，眼睛不要遮掉，对，好好。再来，哎，我有个动作，视频的话，这样的是这样，视频的话选到这里，看一下这个，谢谢。他们说光圈定景深，所以说景深是啥意思？景深呀，我跟大家讲一下景深，好吧？景深的景深，哎，对对对。如果说你记不清楚深景深和浅景深，你就记住什么呀？就是背景的虚化程度，虚的特别厉害，就是大光圈的作用。虚化的，他们说自信越怪，拍出来越好看，但我不知道。来，就拍在这里吧，好吗？摸摸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给你看看照片啊。这会儿光拍到64:1啊，其实我是定不住的。你需要干嘛？把闪光灯加强点。好，可以可以，就这样。你的闪光灯的输出值过来了，它也定不住的，它也定不住这个防护的。所以说，我们闪光灯的输出值也要强。现在还是四位吗？啊，看天啊，我好好给大家拍一张啊。啊，有。快门速，那等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看啊，我们可以左右的，可以斜着转也行。三个完全是不同的风格，你可以看三叠花。来看一下，好，那你可不可以上下呢？也可以啊。那还有悬胶的啊，还有悬胶的，有没有会悬胶的？就那个上，就那边上。下次喝酒叫我，谢谢。那我。眼睛在，摇拍摇的我是真累啊！哦，痛苦了！怎么这么酷啊？必须的。对，好。我的产品妹妹，肩膀太轻，对对对，那我更好了。对，那我注意呢。
让一下，我们跪他，让一下。好，好，哇，对不对？那就拍照片吧。听不明白他说啥。我问你。好，可以。别往左边弯，往左边弯。对，然后高跟鞋，而且右手去摸高跟鞋。用手去摸高跟鞋，再来一次啊。好，一二三，这里高跟鞋。看下面，快点三，四点摸这个内。好，快点三，好。对对，不错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对，蹲下吸一口气，往前看，站着往前看，哎，对，好，往前看，对，好，用我的，要来一次，妹妹，上来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不要再来过去了，不要再两次了，好，开始了，慢慢的，好，小一点，小萌的光一百二，对对，好，我就想东西吗？我这样做，包也拿着吧，对，帮我点 ，OK， 我们去那儿吗？好好。好，等一下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们的开始了，慢，好吧，我帮弄一下。手来弄那个头发，妹妹，好，换一个，可以换一个动作啊，就是手来撩一下头发，凌乱的头发那种。对，抓凌乱头发那种，对。对，好，不错，等一下重新来，回来，直接放进来。对，好，开始，对，好。可以，放回去。哎，可以了，不错不错，好，我去梳了。好，松果，肩膀再紧一点，重新换一个动作啊。对，好，可以。或者往前看山，往前看点山。对，好，这个有多少？